游侠，我是游静的姐姐。那个就是当时我妹妹被邻居朱金曼打得皮破裂，幸亏是许教授救了我妹妹。为什么有人陷害许教授，把许教授那个拘留？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地对待他？是不是怕他帮助这些冤民，在呼吁使这些人能得到公正的处理？就是许教授吧，他就是为了打这些驻京办，打这些又是非法关押、非法解放，为了这个正义的事业而到处奔波。现在为什么又还有很多人挑拨着我妹妹？就说并不是，就是一到南站就听他们在挑拨，说许教授怎么就让这些人去对许教授打击报复。就是我怀疑是朱金曼的，想让我们站出来去陷害许教授吧。有人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我也不想说了。反正是有很多人在呼吁，因为我妹妹身体不好，他们就在那我妹妹跟前挑拨，就是这样。我星期五那个从家里赶过来，就是应该是31号吧，星期五那天，我姑妈、我伯母，我们五个人赶过来，就是我姑妈跟我伯母，他们听到我妹妹被打的这个样，都非常心疼又气愤，就是说他们就跟我们一起来了。来了我们早上4点多到的吧，我们下午就到那个治安总部去申请游行。完了回来，我们到星期一准备去人大和那个信访办，那个国家信访局去集体一起去，就是说讨个公道。他打的这个样3个多月了，现在我妹妹病情加重也没人管，就是说他们只是去丰台分局去找他们，就把邻居驻京办打我妹妹的人叫去。现在就是说叫去以后还要叫我妹妹出去试试，我妹妹在里面，在街坊的丰台街坊子里面，他还叫我妹妹出来试试，还在威胁我妹妹。办的人还有我们县法院的人也有，他们那个车用那个白纸糊上那个车号，不给看，就是说得有反正一伙不知道是人。当时我在那个电脑上也看了，电脑上也有，我看到电脑网上我才来的。我们一听我们非常气愤才来的，我们本来都回家了，一定要讨个公道。就是他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讨公道，为什么又把许教授给关起来？是不是怕许教授帮我们？我们是怀疑这个，我们还怀疑他们是不是不想让许教授给我们那个主持公道。我们没有别人喊冤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许教授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吧，所以我们就是想委托许教授帮我们的。我现在来从网上一看，许教授被他们封了，我们就怀疑是有人打击报复，肯定是报复他，怕他们给我们主持公道。喂，你好，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姚霞啊。哦，那个曾经你说那个德天建的韦社长是吧？我现在在北京嘞。啊，我那天从那个下午从你们走了，我就上北京了。那个我来看看，就是说俺妹妹现在，她不，我从网上看见她不是几十箱这是我妹妹吧，她只要打我妹妹我就来了。那天你去那我没跟你说，我本来就是打回来上北京了。我们不光我自己来的，我们现在来了5个人，俺大娘、俺姑，还有俺2个姑，俺大娘、俺妈，俺都来了。给准备上，明天准备上国家信访局。我这星期五来的话，就直接的上的那个治安总部去申请游行去了。治安总部，北京治安总部去申请游行。
咱东坡是这个北京那个就是新房东总，他是总部吧，应该就是说你申请邮信什么的都可以上那去。咱东对的。对，是啊。不准批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让他那个给督办的，我说我又不是上天安门去申请邮信，我只不过是上丰台分局马家楼派出所上那里申请邮信，俺领着俺这几些人，俺大娘俺姑妈的听着都非常生气，非常心疼，把俺妹妹打的中央没人问。现在就是说俺妹妹到处经病，来了一看，本来想给他治病的，一看不行才去申请邮信去了，没人问人倒是。施加压力并不是施加压力，是我们非常气愤。现在就是徐子勇给帮忙是救命恩人，现在他们已经正在打击报复。现在就是说那个我来到才听说，现在他们已经拘留徐教授了。现在就打击报复呗，现在在这里到处忽悠着，反正打击报复徐教授，因为徐教授他是那个争议人士嘛，所以说他们受不了。现在就是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俺现在一点什么俺也不怕的，反正明天上新房局，不行就一起上那个丰台分局上市局走。现在就是说他不给处理了，都不让他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还刚来的，我刚听说。那个他们说我说上东南海去，几个人去上东南海找工作去，我说不用，直接的上新房局找完了再说。这林业主经办太猖狂了，他现在就是一手遮天，现在就进不去，在门口没事。我刚从来不骂人，我跟你说那个韦社长啊。俺是现在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我跟你说的，我现在就是说，俺并不怕他拘留，就是我上联合国，我就公开去，赶明天我就公开上联合国申请叫他拘留去，上联合国那个人权委员会叫他申请拘留去。我现在就想这样，上人权委员会申请拘留去，我等哪天，明天掉不了，明天先上新房局，真不给处理，我就申请拘留。人权委员会这两码事，毕竟两码事。两码事。我申请拘留去。评一办他不办，他要是办出来还上这里面，谁想上北京啊这么远。你说是吧，你叫你领导说你说俺谁没冤没仇的，俺就是干脆就上这里来告你怎么的，没有吧，一点冤没有。但凡是冤的，他要是敢解决，要不冤这么厉害，俺都不来找。谁呢？老婆孩子一大窝，谁天天上这个北京来没谁找谁？好，谢谢你哈，好。这个你放心，你反正去了你也知道，咱一不会骂人，二不会干说损坏公共财物，这个不可能的，这是俺吧，就是正常的讨个公道。那个与你也没有关，俺公安上一直对俺都挺好，俺都知道，就是法院那个政法委，还有林业主营办，他现在是继续制造矛盾，给俺制造冤案。谢谢哈，好。